上谈系列，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佳琪。今晚的讲座题目是不同的观点也是讲新闻。观众除了可以在龙雪华堂的脸书观看讲座直播，也可以透过今晚的直播媒体 City Plus FM 脸书同步收看讲座。在这里感谢 City Plus FM 的在线直播。另外，为了举办更多有关时事评论课题的讲座，欢迎观众文化付费支持龙雪花堂，数目不拘，详情可在底下留言处查询。回到题目，不同的观点也是假新闻。政府在3月11日以严打假新闻为名，限报颁布2021年紧急必须权利二条例。该条例指出，任何制造、发布和散播冠病和紧急状态的假新闻，将面对最高监禁3年或罚款10万令吉，或两者兼施。而我们也可以从限报看到，对假新闻的定义也是相当广泛的。另外，首相署国会及法律事务部长达基尤丁指出，任何指政府基于国会失去多数支持而颁布紧急状态的言论，等同散播假新闻，并违反现有的假新闻条例。假新闻条例诞生至今，无论是人民、公民社会组织，或是一些朝野人士，都认为该法令的存在扼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并要求立即恢复国会的运作。因此，这场讲座将探讨为何与执政者不同观点的言论也属假新闻，假新闻带来的弊端，以及如何营造健全的媒体环境。事不宜迟，有请第一位主讲人庄迪鹏博士。庄迪鹏博士是拉曼大学学院传播与创意产业学院传播学系课程主任。有请庄博士。好，谢谢佳琪。好，给我一点时间 share 这个 PowerPoint。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个不同观点也是假新闻吗？这个当然，现在因为政府上个星期这个颁布了这个紧急状态的这个关于假新闻条例而引起。又在成为一个课题哦。那当然，可是对于假新闻这个事情，我想我今天主要要谈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假新闻这个词汇啊，虽然在当前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词汇啊，它流行起来是因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啊，那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社交媒体疯传的各种各样假新闻影响了这个总统选举结果啊，帮助特朗普打败了这个强大的对手希拉里哦。那2017年这个 Collins 新闻字典就圈选了这个 fake news 假新闻这个词，作为当年的所谓的风云词汇哦，words of the years，而且然后指出这个假新闻最初是在美国的电视台播出，然后是用来描述哦，以新闻报道作为幌子来传播的一种虚假的耸人听闻的讯息。可是我在今天这个分享里面，我是想要强调的是，假新闻这个现象它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它存在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以为的。过去10年或者是几年里面的光景，那其实，在假新闻这个东西，在是一个暂时的宣传利器哦。所以我们念传播学的时候，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常学到说一句话：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真相或者真理。啊，为什么？因为在战争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交战双方哦，常常会利用各自的这个媒体哦，来宣传那种假的新闻。那这当然是一种所谓的心理战术哦。一方面，当然要巩固我方的或者加强我方的这个士气；另一方面是要瓦解对方的那种士气啊，那个从过去二战时候的那个纳粹时期，那个所谓纳粹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就是以
做这种所谓的暂时宣传而闻名。那到1980年代、1991年、1999年，我们所见识过的，尤其是91年的这个海湾战争哦，西方媒体对这个沙旦胡先其实蛮多那种用来妖魔化他的那些假新闻哦。当然我们喜不喜欢或者认为沙旦胡先是一个恶魔什么都好，或者说认为他是独裁者都好，可是一个事实是在当时那种西方媒体面对这种交战的所谓敌方的，其实做了很多假新闻的那种妖魔化。那那个是国际上 的例子。那在国内，我们其实马来西亚人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应该对这个所谓假新闻是不会感到陌生的。那尤其过去在国政执政期间啊，那尤其也特别是在互联网媒体还没有出现之前啊，几乎每一届的大选主流媒体都会在关键的时刻刊登大大小小的假新闻哦。如果你去看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传播学者哦，关于历届大选的那种新闻分析、新闻报道分析，就发现可以找到蛮多的例子。那这里我只举两个比较重大的例子。那第一个例子就1990年，这个1990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时候是1987年巫统分裂以后，然后这个登古拉扎里巫统 B 队的登古拉扎里成立了四六精神党以后的第一次的大选。那当时这个登古拉扎里跟其他的在野党结盟，然后有一天他在选举前夕，他到这个东马沙巴去，然后到东马沙巴去的时候，那个当时的沙巴团结党的党魁这个 Byring 就迎接他，因为他们要洽谈结盟嘛，然后就送了，帮他带上了一个当地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传统头饰啊，就是我这个PowerPoint 里面显示的这张照片，这个头饰。那刚好这个头饰上面有一个花纹，有一个纹路啊，那个纹路刚好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纹路。结果这个马来前锋报的就报道了。这个截图也是就是马来前锋报啊，当时就把它刊登在封面，最早就是刊登在封面，然后就是要表达说这个登古拉扎里为了要夺权，所以背叛伊斯兰，背叛穆斯林。然后结果这个东西因为是在选举前夕啊，那基本上虽然这个登古拉扎里也有回应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啊，因为据很多这个政治学者或传播学者普遍上都认定，就是这个新闻导致这个原来倾向要支持四六精神党跟其他在野党的那些穆斯林选民临时又退缩了，转而回去支持巫统，使得当时马哈迪领导的巫统能够保住政权。那第二个例子在1995年是一个关于林吉祥做梦也想当首席部长的这个新闻，那是刊登在南洋早报。那这个1995年这个案例是我亲自经历的哦，因为那时候我在理大传播学院念书的，应该是第三年级的时候，那当时我也是星洲日报的驻理大的特派员，所以那是大选报馆就要我回去帮忙采访，所以刚好林吉祥的那一个晚上的群众大会演讲是我去采访啊。然后后来第二天新闻出了以后，南洋商报在第三版的头条就打这个新闻标题，林吉祥说他做梦也想当首席部长，然后还附上一则漫画，那个漫画就是林吉祥躺在一张床上在睡觉，然后有那个好像对话圈这样，然后上面就是那个对话圈里面就是他做首席部长的坐在首席部长宝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漫画。那这个新闻登了以后林吉祥来不及澄清了，因为登了以后第二天就是大选，然后第二天大选我们都知道，第二天大选那就不能登任何有关选举的那个内容，所以林吉祥基本上跟民主行动党已经来不及澄清了啊。那
当时，因为我是采访那个群众大会，所以我把那个录音带听了几遍。林吉祥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当然在媒体上，林吉祥来不及澄清，可是他们行动党就通过用印传单的方式去澄清，可是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那个时候是刚好就是民主行动党在宾州的所谓丹戎三议啊，想要拿下这个宾州政权，跟把这个林昌佑拉下来，然后行动党执政啊，这两个是相当显著的一个相当显著的，在过去大选里面发生的所谓的假新闻事件哦，那这在很多文献里面都可以注意到这两个案例啊。那 OK，再谈这个另外一个我要谈的所谓假新闻，不是新现象哦，就看这个像我举的这个引述的这个这段说明哦。最近，国内外的报纸和杂志刊登了许多不实报道。这些报纸和杂志不理会刊登不实报道，将对其行为的受害者或对国家安全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新条款旨在鼓励新闻媒体更负责任。这个是1987年当时的首相马哈迪，当时的首相兼内政部长马哈迪在国会的演辞。那是他修订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的时候，的演辞。那当时的修订就是其中一个新的条款，其中一项就是加入这个新条款。那所谓的新条款就是这个所谓的 false news 啊，不实新闻这个条款，在指的就是你发表不实新闻的罪行啊，offense to publish false news。所以凡是任何出版品，你恶意刊登不实新闻，那么他的成印商、出版人、编辑跟作者都可以被判处监禁不超过3年，或者罚款不超过2万令吉，或者两者兼施。那这新条款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早在1987年，马哈迪就已经制定了所谓假新闻的条款，只不过当时是在印刷机与出版法令里面哦，那主要是针对这个印刷媒体，可是我们说它主要是针对印刷媒体，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其实你看印刷机与出版法令哦，它里面对所谓的新闻或者出版品的定义是相当广的，其实也不局限于印刷媒介哦，你甚至包括可以是声音的，也可以是影像。好，那我们回到我谈，那我们来谈到这个第二点，就是我要谈这个假新闻的相关法规。那最近这个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就是2021年紧急状态条例，关乎必须权利第二号，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最新的，我们简称假新闻条例。那这假新闻条例里面，基本上它就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法律里面它会有那个诠释，诠释那个关键字，所以这个它这边对所谓假新闻的诠释，它就指包括与新冠肺炎或颁布紧急状态相关的全部或部分虚假的任何新闻信息、数据和报告，那无论是文章、视觉效果或者录音形式，或是任何可以描述文字或想法的其他形式，也就是说，它不只是文章而已哦。你在 YouTube 或者是一个通过 WhatsApp 传播的这个录音档啊，这些都可以是被认定为，都可以涵盖在所谓的假新闻的这个定义里面。那 OK，它这个主要条款，我觉得有几点哦。我看了它这个主要的条款，它基本上和2018年纳吉政府所制定的2018年假新闻法反假新闻法令，是大部相当相似的哦，相似。然后，但2018年那个在2019年已经废除了嘛，哈，所以你可以看到，OK，主要我觉得它几个要点，因为
大概有20页啦，所以我只挑要点。所以第一个要点是它第三条款，它有提到一点，这个就是所谓的治外法权，这在2018年的反假新闻条款里面也是存在的哦。那它基本上就是说，无论你是不是马来西亚公民，那么你在马来西亚境内或者在马来西亚境外制作和传播关于马来西亚的，或者是会影响到马来西亚公民的假新闻，那你都可以被依法治罪的。所以这个跟一般的法律当然有点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一般的法律，你是马来西亚人，你在英国犯罪的话，那就英国政府可以提控你啊。你在英国偷窃，你就英国政府可以提控你啊。那你在英国坐了牢以后，你回来以后，马来西亚政府是不能追究你的。这个是一般的法律刑罚嘛，对不对？一般的法律原则嘛。可是这个就不同啊，这个就是说，你就算是在英国，你监放的一个影片或者一个内容啊，政府认为你是这个是假新闻，那你传播的制作跟传播是人在英国啊，可是马来西亚政府等你回来以后，马来西亚政府可以沿用这个条例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哦，那另外一点就是另外一个要点就是在第四挂弧一这个条款，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你以任何方式制作或者传播假新闻意图导致公众害怕或者担忧啊，这个四挂弧一基本上就讲你会面对什么刑罚。最高的刑罚就是监禁3年或者罚款10万令吉或者是两者兼施啊。然后第五条就是说间接或直接为第四条款，哦，打错，这不是提款，第四条款所述的行为提供金钱援助。 OK， 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制作那个假新闻，那你制作这个假新闻可能你需要用到一些成本啊，比如说那我赞助你这个成本，所以你是制作的，你面对3年或者罚款10万令吉的刑罚。那我是赞助你的人，不管我是用间接或者直接的方式赞助你，那我也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那最高刑罚是6年，监禁6年或者罚款50万。所以就是说，提供金元的人面对的惩罚是更重的啊。然后另一个要点就是第六条款啊，那个某一个出版物，哦，这个出版物不一定是纸媒啊，这个出版物它可以是 YouTube， 可以是音频等等，哦，这个出版物如果里面含有这个假新闻，那你是保管这个出版物的人，或者你是它的 owner， 你是它的所有者，那当有警官指示你必须要把这个出版物在24小时里面销毁，那你必须在24小时里面销毁。那如果你没有销毁的话，那最高刑罚是罚款10万令吉。那如果你一直都不愿意销毁，那持续犯行，那每天追加罚款最高3000令吉。所以这个就是最近的这个2021年紧急状态条例必须权利啊，所谓的假新闻条款啊，条例的几个要点。好，那我们来看看跟假新闻有间接或者直接关系的其他法规。我提相关是因为这个可以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问，那如果没有这个假新闻，除了现在这个假新闻条例以外，有国内有没有其他现成的法律是如果政府要追究网民的责任啊，可不可以用到的其他法律？其实这边就有啊。那 OK， 首先刚才我提到了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那个发表不实新闻的罪行啊，这个刚才有讲过。那另外就是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那主要我们看两个条款，就211跟233啊。211基本上就是禁止网民啊在网络上传播或者上传令人反感的内容，哦，不管这个有伤风化的、猥亵的、不正确的、危险的或者攻击性的，哦，等等，这些都是所谓会令人反感 offensive 的内容。那这个最高刑罚是罚款5万令吉或者监禁1年或者两者
减失啊，那如果持续犯新的话，每天追加1000令吉的罚款。那233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者网络服务，那个最高刑罚是罚款50000令吉或监禁1年或者2者兼施。那如果持续犯新的话，每天追加1000令吉的罚款。那这个我提这个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这两个条款，并不是说我赞成政府要用这个条款来对付网民，而是说你即便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新闻条例、哦、那其实政府要来制止所谓的假新闻，真的非得要用法律来制止假新闻的话，基本上这个通讯与多媒体法令这个233或者是211都可政府都可以用的、哦、那另一条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相对的忽视的，就是这个1950年证据法令。这个是2012年纳吉政府修订的。那当时修订的时候，其实引起这个 NGO 跟民权分子啊的强烈抗议，网民也抗议、啊、所以当时有这所谓的反对114A 新条款，就是当时修订的时候加入了这个114A 条款。 OK， 那这个114A 条款指的什么，就是举凡任何出版物恶意刊登虚构新闻，则该出版物的承印商、出版人、编辑及作者皆可被追究法律责任、啊、那个最高刑罚是监禁不超过3年，或者是罚款不超过20000令吉，或者2者兼施。那么这个在114条款那个证据法令，这个证据法令的114条款，在最近又引起一些人注意，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就是当今大马不久前因为这个藐视法院的案件被判罚款50万。那在这案子里面，总检察署就是用这个1950年证据法令的114A 条款来起诉，来把这个当今大马来合理化，为什么是网民的留言却由当今大马来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按照这 114A条款的话，那只要能够证明那你是这个网站或者这个平台的拥有者、负责人，那里面所刊载的任何内容都假定你就是那个作者。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为什么说那个网民的留言由当今大马来承担，因为这个法律，这个证据法律就是来假定说，哎，这个网民的留言其实当今大马就是作者。那当然这个114A 条款当时放出来的时候，那其实是要追究这个其实就是要针对这个网民、哦、然后这个当时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对。可是后来当然你知道只要在国会很容易通过嘛，不需要2/3嘛，所以就通过了、哦、OK。 那第三部分我要谈的就是这个假新闻一定是假的吗？那假新闻这个词汇其实已经被从政者滥用来反击新闻来反击专业媒体的不利报道、哦、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哦、领导人也利用这个假新闻这个词汇来攻击批评者，甚至还用来故意破坏民主制度。那我们现在所在谈的这个2021年紧急状态条例必须权利第二号，或者这个所谓的新的假新闻条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那尤其是那个首相署部长、啊、负责国会跟法务的这个首相署部长，他不是说吗、这个你只要说、哎、这个政府颁布紧急状态是因为这个政府将要失去大多数议席、啊、这个就是假新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长的这番言论恰恰就证明了、
这个所讲的这边所讲的这件事。那所以其实后来过后有学者，西方有学者建议以所谓的讯息错乱 information disorder 来指称数位世界的谣言世界啊，谣言问题，而不是用假新闻 fake news 这个词汇哦。那这个比如说这个学者，这个加拿大活跃于加拿大跟美国的这个传播学者跟社媒专家 Gray Waters、在2017年为欧盟写的一份关于假新闻的报告里面、他就把这个所谓的 information disorder 分成 三类。那第一个是 misinformation， 所谓误传，那你分享不实的讯息，但是你没有伤害的意图。这个我觉得不难理解、就好像说关于这个新冠肺炎、那很多人我们都不是专家，那尤其刚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很怕，那大家都很怕的时候，有些人他为了出于对他的亲朋戚友的关心也好、要警惕他的亲朋戚友也好，所以他们收到有关于这种COVID-19 的那个讯息，他大概第一时间他就转发给他的亲朋戚友啊，那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啊，可是他并没有要伤害意图，或者他本身既然他也不是专家，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个是不是确实的讯息、这个是误传。那第二个是 disinformation， 那个是造谣，那造谣当然就是故意嘛，故意分享不实的讯息，这个是有意造成伤害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造谣在政治圈里面是很常见的，我觉得任何政党任何从政者不管是朝野时不时其实都在通过他们的网军也好，或者通过跟他们熟悉的新闻工作者跟媒体都会散发一些讯息出去所谓的我们有时讲碳水温之类的。那第三种就是恶意讯息malinformation， 那个是为了造成伤害而分享真实的讯息。这个有趣，它是真实的，可是它分享出来是要伤害，造成伤害。那同样这个同样就是指把一些人的私密性的讯息放在公共领域公开啊。那这比如说某个人的病例啊，某个人过去的病例，某个人过去的犯罪记录等等，它是事实，可是它放出来就是为了要打击那个人。那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的这个假新闻条例里面，它里面并没有区分所谓恶意与否哦。那在2018年的那个反假新闻法令里面倒是有提到恶意这个词哦，就是你恶意传播这个假新闻你才会受罚。可是在马来西亚我认为啦，有没有提恶意这个词汇其实帮助没有太大哦，因为你的所谓的讯息，假设不小心你转发了一个所谓不确实的讯息，那你这个转发的行为是不是恶意，也是由法院来判断。那当警方逮捕你的时候，总检察署起诉你的时候，基本上就代表了警方和总检察署认定你有恶意，所以才逮捕你嘛。那当然最后有没有恶意是由法院来判，那你只能自求多福啊。可是最新的这个假新闻条例倒是就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恶意与否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Clay Water 所区分的三个不同的概念，误传、造谣、恶意信息哦。所以他是按照这个所谓错误跟伤害的程度这两者来区分，所以造谣是介于两个中间，两个都有。那误传基本上是错误的，可是它并无意伤害。那恶意信息是它就是恶意伤害哦。OK， 然后那继续谈假新闻一定是假的嘛？嘿，这个我们看到两个新闻的截图，一个是去年的。去年在所谓的喜来登政变之前这个新洲报应该是新洲报还有另外一家报纸吧，就有两篇评论
就提到这个西蒙将要崩盘啊。那当时财政部长林冠宁啊，财长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宁就非常不满啊，就批评说，哎，这两个报纸的专栏作者是在发表假新闻，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你们可以反西蒙政府，但请不要发表和刊登假新闻。那左边这个图是最近的事情啊，就是那个国盟的这个首相署部长这个达基尤丁，他就指这个你说国盟失去多数议席，所以才要颁布紧急状态来维持政权，哦，这个就是假新闻。那好，其实对我来讲，就像我们小说听到的一句福建话，姑麦秋必抹抹啊，龟别笑，鳖没有尾巴。其实你看，不管是西蒙或者是国盟，你手上面对，其实两个新闻是很相似的嘛，对不对？然后谈的话题其实很相似的嘛。那可是你就看到了，只在权力，在掌握权力的人，当他掌握权力的时候，他面对这种对这个执政党啊，不大好的言论的时候，他就很轻易的可以说，哎，这个是假新闻。可是这个是评论哦，尤其是你讲专栏作者的评论，那专栏作者评论，那个是评论，专栏作者可以有他的判断，有他的分析，那你不能动辄就说那个是假新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例子是最好的一个对比。啊，这个我们也是最近的啊，这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一月的时候有一个马来妇女啊，在等下等孩子下车，然后好像是在车子旁边，就因为他没有戴口罩，就接到了1000块的罚单，然后当然警方就说他没有戴口罩下车，所以被罚了。那当然后来，哎，对不起，然后后来这个少妇就喊冤呐，啊，他说，因为按照政府的说法 SOP 说，你戴口罩是在人有人潮或者拥挤的地方才需要戴口罩嘛，那你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戴口罩嘛，大概就是这样子来辩解。哎，结果那个罗伯州总警长跳出来啊，他说街上有人啊，然后你事主身旁有员工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后来那个这个少妇就放出了一个影片嘛，就证明他旁边没有人的。然后最新的发展就是3月7号的时候，这个布城卫生局这边就卫生部吧，卫生局就把这个罚单取消了，因为这个少妇证明说他并没有违反 SOP 啊。哎，那你从这个情况一看，我们可以说罗伯州总警长在制造假新闻吗？那当然他没有事了啦，因为他是总警长嘛，罗伯州总警长嘛。可是，你从我的角度看，我也不会指责他制造假新闻的，因为我觉得他是罗伯州总警长，这个被开罚单人站出来喊冤，那这个东西当然也不是总警长去开罚单，那下面的人就报告上来讲有啊，那个人没有遵守 SOP， 那他当然就根据下面的人，下面的那些警官啊、警察的报告，然后就这样照讲了。可是这个是假新闻吗？那如果换一个人，这个当事人不是罗伯州总警长的话，很有可能政府就指责你是假新闻，在制造假新闻。那同样的，我觉得为什么要谈这个假新闻，一定是假的。然后其实这个假新闻法令，它假新闻的条例，它对网民、对新闻工作者、对从政者来说，它都会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寒蝉效应。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政治评论或者专栏评论，这个不是新闻，那有不同的观点，你不能说那个是假新闻之外，那从事过新闻采访工作人都会知道，你很多新闻
那个记者或者那个总编是没有办法公开去证明那个是真的新闻的。我举两个个人采访经验，一个就2006年南洋商报这个封面事件，华团政党炮轰，那时候就巫统大会的代表又发表了一些种族性的言论，针对华人的种族性的言论，我不确定是不是提倡穆定几件那一届，总之就是有这个所谓过火的言论，然后南洋商报用了整版的封面，放出九个人头，华团政党炮轰巫统。结果当时我在独立新闻在线，那独立新闻在线营运的那几年里面，我们做的相当不错的其中一种新闻，就是去揭露主流媒体面对政府打压的事情，不管是报纸接到内政部的警告请喝茶，或者是电视台面对这个一些像比如说当时 NDV7 这个追踪档案有几个节目过不了电检像这些独立新闻在线当时那几年里面做了蛮多的独家报道。那当时这个南洋商报这个事件内政部追究南洋商报的责任，想要追究南洋商报的责任，他的我们得到的可靠的消息就是说几个高层被内政部召见，然后我们独立新闻在线放出独家报道。当然后来事情的演变，当然你知道这个在马来西亚政治里面是很常见的，就会有人去斡旋有政党执政党里面的我也去斡旋，然后就摆平这些事情。那当时像这个事情，你问我如果当时政府要追究说我们报道假新闻的话，我们怎样证明？因为通常内政部像报馆施压未必会有白纸黑字的可能是一通电话召见叫你去内政部训话。那当然也有，那如果是这样一个没有办法证明，那如果即便是可能有白纸黑字，那我可以告诉你内政部也不会给你看到这封信，那报馆里面的人为了不得罪内政部，他也不会做你的证人，如果你上法院的话，我不认为他也会做你的证人然后去证明内政部真的有做这个事。那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也不可能公开我们的消息来源，所以分分钟都可以被指责为这个所谓的制造假新闻、传播假新闻而被追究责任。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在2005年到2008年里面，当时我们独立新闻在线，我个人也写了蛮多篇民主行动党派系斗争的报道那其中一篇是当时2005那个林冠英在马六甲的周选落败，那是我写了一篇不如让林冠英痛定思痛这个评论。结果当时林冠英的政治助理还是政治秘书就写来的一篇读者来函，里面读者来函里面就用了三四次撒谎这个词汇，那是指作者撒谎所以你可以看像这种派系斗争的东西，我们做采访政治新闻的我们都懂，你政治斗争或者政治变迁的那种新闻或者分析，你是没有办法用白纸黑字的文件来证明是真的还是假。那尤其是那种政治的变化，我们常讲政治一天都太久太长，对不对？那更何况你今天刊登了以后，可能明天那个政治就变化了，那个变化以后那个情况跟你写的就不一样了。那如果当权的政党或者政治人要来追究你的责任，你怎么办？那你就只能用牙齿吃黄连打官司而已那打官司你也未必会占优势，你很可能就是这个被判罪名成立因为这个政治的演变太快，你不可能去证明它是真的。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假新闻，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假新闻的条例是很容易被用来打压新闻我的时间应该还没有到吧？还
还有多少时间呢，主持人？张博士，你可以继续的。OK， 好，那最后一点基本上我讲的就是假新闻，这些假新闻法规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哦、那它主要 OK， 我这边有12个字嘛，打压言论自由，制造寒蝉效应、哦、这个是肯定的。那从整个这种假新闻法规的对我们的启示什么，第一个，政府或者执政党是在做贼喊抓贼，因为其实根据外国的研究或者调查，制造假新闻的人常常是某一个国家的政府，也就是说那个政府本身就是制造假新闻的始作俑者。所以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这个在美国总部设在美国的这个自由之家，他的2007年的报告就指出，全球30个国家付费给所谓的舆论塑造者在网上推广宣传，而是让这种所谓的宣传很多时候是假信息。那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有所谓的 Cyber Trouble， 在新加坡有所谓的 Internet Breakage IB， 新加坡人讲 IB、哦、那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所讲的网军、啊、那中国所讲的五毛党、啊、然后就是在网络上散播各种各样的不实新闻、啊、这个是最政府跟执政党通常就是做贼喊抓贼，自己在制造假新闻、哦、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当一个政府或者执政党在指责媒体的时候，或者加强管控媒体的时候，那通常是他们面对权力危机的时候，因为管控媒体是应对权力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从美国的特朗普到马来西亚的马哈迪阿杜拉纳吉，到现在的穆尤丁、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所以大家很普遍上认同政府宣布紧急状态，那就是因为这个穆尤丁政府他本身的土团党本身并没有占多数议席嘛。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政府基本上几个政党都各怀鬼胎。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这时候颁布这个假新闻条例？当然美其名是为了要应付这个新冠肺炎，可是你看到他在那个定义里面就加入的颁布这个紧急状态这个事情。那所以他为什么管控媒体是应对权力危机的重要手段？基本上就是两个面向。第一，就是能够让有利于执政党的讯息通畅无阻，不会面对挑战。那第二就是压制那些反对派的声音、哦、让他这些声音不会张扬起来、哦、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那第三个启示、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假新闻的法规基本上是定义模糊，人人自危、哦，这个我们觉得我认为这个是1995年林冠英的案件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这个定义模糊人人自危的问题。那1995年林冠英因为这个警方，大家还记得的话，他当时有所谓的协助马六甲一个15岁少女被当时据说被当时的首席部长 Brahim Dambiji 性侵，这个帮助那15岁的少女，结果因政府起诉他触犯1984年印刷机出版法令的不实条款，这个不实新闻这个条款，结果被判入狱18个月。那这个案例我觉得很重要，是为什么？林冠英衰在哪里呢？衰在只是用错一个字罢了。因为那个15岁少女，她事情发生以后，这个政府还是执法单位把这个15岁少女安顿在感化院之类的了。那行动党在办这个座谈会的时候，那个海报或者是也包括他们文告就讲说，哎呀，那个性侵犯逍遥法外，然后受害者却离本家而干、啊、政府就起诉他说他制造假新闻啊。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少女没有离本家而干，
他只是李大汉、啊、那我们稍微懂马来文就知道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啊、李大汉是被扣留嘛，被扣留是说你还没有经过法院判罪，你并不是关在监狱里面、啊、李本加勒干在马来文的意思是说你大概他的脉络是说你已经犯法然后被法院判罪了，然后去监狱服刑，那个才叫李本加勒干，而那个少女并没有李本加勒干，可是林冠英用的字也是李本加勒干而不是李大汉，结果他就被起诉了。所以当然我们都同意，我们应该都会同意这是一个政治检控的一个案例、啊、可是你也看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你当然确实这两个字眼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可是因为这样政府要追究你的责任就拿这个，那在法律上还是成立的，因为李大汉跟李本加勒干是不一样的。那第四个启示就是为什么这个假新闻法规会是一个打压言论自由制造寒蝉效应，寒蝉效应说让人家不敢讲话，因为让人家不敢讲话很简单，第四个启示因为即便你最后会无罪开释，这个官司本身都会很折腾，对不对？你如果有人举报你，然后警方来调查你，然后最后起诉你，然后起诉了以后，就算最后你被判无罪，哎，很累，你懂吗？要应付官司，从被逮捕，然后被起诉，然后审讯，你不止耗精神的困扰，你还要有钱去请律师来帮你辩护，有没有？所以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 Irene Fernandez， 就是一个 NGO 叫 The Nagarita 的负责人。那在90年代的时候有发表过一个报告，是揭露外劳啊受到在扣留营里面受到不人道对待的报告，结果政府就起诉他。那也是用那个所谓不实行为的条款，他起初被判入狱12个月。那后来他一路上诉，最后改判无罪。可是从他被起诉一直到他判入十二个月，到上诉，一直到判无罪，整个过程从1996年延伸到2008年，所以前后13年的时间，他出庭300次。所以如果你心脏不够强大的话，你想到要应付这些官司，你可能就是哎，还是少讲话。还是少批评政府，不管是国盟政府还是西盟政府、哦、所以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寒蝉效应啊。OK，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的观点。那如果其他朋友有兴趣的话，其实马新社电视在去年有做过一系列这个媒体科普关于这个假新闻的，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马新社华语电视的网页那边看看、啊、然后有这个马来西亚媒体试读资源网里面也有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OK， 好，谢谢，欢迎指教、我要把这个放下来、给我一点时间。OK， 好，谢谢。好，我们谢谢钟博士的分享。钟博士主要是有提及到这个假新闻一词的由来，然后也有分享说在国盟执政时期媒体刊登的一些假新闻的例子，然后在这个假新闻相关法规的部分呢，则是有和我们分享这个纳吉执政时期推行但是在2019年废除的2018年假新闻法令和现有的假新闻条例来做一个比较。此外也有和我们分享一些假新闻的类别以及假新闻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主讲人严淑文。淑文是民办大专院校的兼职讲师，我们有请淑文。谢谢佳琪。大家晚上好。那现在我会开始我今天晚上的分享。我今天主要会谈的就是假新闻的政治面。那观点不同，为什么必须是假新闻背后的这个政治操作？
当然我里面的内容其实庄博士刚刚也有提及一些些，我可能会做更延伸一点点的分析。 OK， 那假新闻的政治面今天我会聊到主要就是这两点哈。假新闻的标签其实就是一种策略性的叙事手段，那第二呢，我会谈的就是假新闻中受众的身份政治，也就是在假新闻当中，我们这一些乐听人作为当中的一份子，我们的角色是怎么扮演。 OK， 那第一，假新闻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叙事手段，那我们在讨论假新闻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首先必须思考的就是制造和传播假新闻背后的意图。当然这个意图也是很明显，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主要就是为了混淆视听，然后要欺骗公众。那其实更重要的，像庄博士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为了能够从中获取政治或者是经济上面的利益。那假新闻其实就是政治或者是商业的工具，它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然后在背后操盘的呢，这些发放假新闻制造虚假讯息的这些人物，可能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某些商业用途的公司，就做了这些假新闻大肆的传播开来过后，坐收渔翁之利。那这里我说的利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包括权利，包括一些金钱上的。 OK， 所以2019年就有一份这样子的研究报告，它指出假新闻的这个传播造成了全球经济每年损失780亿美元。我们可以想，在散播假新闻当中，有者得益，也有者失益。假新闻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它其实是具有语境敏感的。 OK， 语境我们说的 context，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文化的国家，或者是在不同媒介体制中，它会有不同的特征。那比如说中国的假新闻， OK， 中国假新闻的分布呢，它的领域非常的广泛，通常就是有关系到这些娱乐的新闻，一些民生的， OK， 一些健康医疗或者是一些体育等等方面的这些议题。但是呢，中国假新闻是很少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当然这个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因为在中国他们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这个资讯发布啊，新闻报道这一块有非常严格的政策限制，还有媒体把关。 OK， 所以他就在其他的领域会有这些非常多琳琅满目各色各样的资讯的假新闻。与西方国家，就比如说美国在这些这样子的西方国家呢，这种策略性的叙事大多数发生在政治还有经济领域。 OK， 所以这些政治中的假新闻通常就是有关选战啦，通常是有关游说。刚刚庄博士有提到，尤其是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假新闻在大选或者是在一些议题上面的游说，非常多的课题，也有一些可能是关乎人权，这个我们说的 climate crisis， 这个气温变化，这个气温天气危机等等环保绿色议题方面，都是在这些相关的游说会出现非常多的假新闻。那从2016年的文，不好意思，是文。你在那边是不是开着两个地方啊？因为声音一直断断续续，听不清楚。哦，没有啊，我只有一个麦，我没有开其他的地方。好，没问题。所以会很不清楚吗？它会断断续续啊。但是我这里没有开其他的东西。你要不要拔掉麦克风再装回去啊？啊，可以了。现在会比较好吗？哦，可以了。OK， 不好意思，应该松掉了。OK， 那我接下去哈。
所以呢，刚刚说到，就从2016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然后在同一年在英国的这个脱欧的公投，甚至到了2019年的英国大选，还有就是最近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国总选，总统大选，其实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新闻。OK，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政治人物排斥假新闻吗？今天，敌对的 OK 这个对手用假新闻来攻击你，然后你也用同样的方式给他回击，其实他们介意吗？其实呢，在这个政治圈当中，政治人物呢是相当乐见这样子假新闻的这个标签哈，所以各方阵营他都会将这个假新闻的标签贴在对手的身上，然后就在这样子一片政治事实很混乱，无是无非，不知道谁的是对的，谁的是错的，不知道谁说的是事实，谁又是捏造一些谎言，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消磨掉这些选民，这些大众对政策和议题上面的关注和追踪，因为我们都会有这个讯息太多的这种疲惫 ，OK， 所以大家慢慢的热情就会退潮。那这对政治人物来说其实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其实也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在这个策定一个好的政策去说服我们的选民，或者是提出什么政见来说服我们的选民把这一票投给我们，反而就是制造出这样子的一个乱象，大家彼此的攻击。来消磨掉大家的这个热情，所以这个对政治人物来说，在西方领域来说是非常方便非常便捷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国门政府他就现报颁布了这个新法令，说要对付散播有关官病和紧急状态的假新闻。那这个动作 OK 看起来好像合情合理，因为在这个疫情不受控的紧张氛围底下确实不允许有任何会破坏社会秩序或者是加剧这个社会当中不安情绪的这些谣言满天飞，扰乱人心。可是其实只要往深处看一看，就会发现像刚刚庄博士也有提到的，这个政府他在定义假新闻这个当中是很大问题的。因为根据现报，他假新闻的定义指的就只是有关新冠肺炎和紧急状态当中的虚假消息。那如果今天政府真的是真心实意想要打击假新闻，为什么只是特别的来点名这个新冠肺炎和紧急状态，那其他方面的一些假新闻呢？ OK， 他没有提到。所以这里看到的是假新闻的标签它已经贴在除了官方发言和说辞以外，任何有关官病和紧急状态其他的信息上面了。OK， 所以今天我说的，只要不符合政府的 ，OK， 跟他是不同观点的、不同角度思考的、有不同的考量的，都可以是假新闻。我必须和他的口吻一致的 ，OK， 是符合他的观点的，那才不是假新闻。所以这种标签其实也是一种策略性的叙事手段，所以这种操作不限于马来西亚，许多国家的政治人物都喜欢用这样子的假新闻标签贴在他们不赞同、不承认又或者是刻意回避的一些内容上，甚至呢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来驳斥整个新闻行业。那我这里说的新闻行业当然是专业的比较传统的新闻行业，比如说报章啊 OK 电视台等等的，那新兴的这个媒体媒介我过后会碰到哈。那当年有关这个 1MDB 报道出街的时候，纳吉政府也警告说诶这是假新闻。那另外一个特别喜欢用假新闻这个字的 OK 时常指着媒体斥责他 fake news 的，就是这个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标签的操作问题在哪里，这里我就会提到这个后真相的政治文化 post truth
politics， 后真相的政治讲的就是不是事情发生了过后我们再后来找真相，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它的意思呢就是和事实胜于雄辩相反。 OK， 我们一般上都会说哎，事实胜于雄辩，不需要狡辩那么多，时间会证明这个事实。后真相政治呢就是恰恰相反，它就是雄辩胜于事实的一种趋势。那这种趋势呢现在在西方外国已经是非常常见了。 OK， 所以在这里主观的意见会重于客观的事实，就是说今天诶我们很主观的认知比客观的去做研究啊，去做判断啊，去做分析来得更重要。然后在这个后真相的政治文化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今天立场决定是非，你今天站在哪一边， OK， 你站在这一边，你站在 A 边，你就是错的，你就是假的，你必须站在 B 边，它才是真的，才是真实的。这个立场决定是非。然后不同派系的人，不同观点的人，他直接会划入两个对立， OK， binary。 所以当人们把情感和感觉这种评论放在首位的时候，评价的证据，我们今天讲的事实，我们所要讲的真相都沦为其次了，甚至都不重要了。 OK， 今天我只想听符合我观点的，我只想听赞同我立场的，所以其他的我们都不需要再看了。那接下来就会有什么？接下来就会有各种各样断章取义的解读，然后更有边际的价值观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会进行一种拉扯，会把这个社会扯向两个极端，进而更加偏激。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说政治人物他们是乐见假新闻的，他们会做什么？那他们说谎说骗话会更有巧思了。诶，他今天说谎，今天说一则假新闻，不再是单纯的希望蒙骗我们，希望蒙混事实，其实他只是对他固定的 OK 目标群众来说话，来加强他们的偏见。对，就是这样子，他会告诉你来加强他们的偏见，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换取共鸣和支持。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聊假新闻这种贴标签的这种策略性的叙事手法，它的隐患在哪里，它可怕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当假新闻的假 OK 已经不是我们所说的诶虚假的，具有欺骗性的，捏造的，或者是操控性的，又甚至是一些 propaganda 政治宣传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你可以看到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事实，而是纯粹因人个人，因我的观点，因我的阶级，因我的地位，因我的党派等利益不同的时候的假。所以它在整个媒体生态里面，它会让假新闻的概念更加的模糊，更加的疑惑。然后今天我们来说诶，要打击假新闻就更难了，因为到底谁是谁非，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谎言，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清，这一条界限不断的在移走着。 OK， 这就是今天我们贴这个标签，这个假新闻背后操作的这种政治的危险性，这就是假新闻我们说诶很可怕的地方。当然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WEF World Economic Forum， 它更早之前早在2013年在它的这个全球风险报告当中就将这个错误讯息还有假新闻的传播列为全球的风险之一。当然在近这几年，每年如果你有观察有追踪这个全球风险报告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Fake News，这个 disinformation 或者是 misinformation， 它都是属于十大全球风险之一，它都是榜上有名的。这个就是作为策略性
的一种手段。那说了那个我们再延续往下去看哈，那今天我们这一些一般的普罗大众在假新闻的政治当中我们又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刚刚我们说了很多政治人物上的他们扮演的角色，那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我们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我们完全是被动的吗？我们是无辜的吗？ OK， 那我们这里可以分两个部分去谈，第一个部分就是接收，第二个部分就是传播。在接收的这一方面，单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假新闻的假它是有赖于我们这些观众，我们这些媒体阅听人的判定的，而且是很个人的认知和判断。怎么说？那今天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或者是一则信息，它能不能够取得我们的信任，它其实并不单单只是在乎这个内容的呈现客观与否，它有没有给我这个数据，它的这个资料来源，它的那个信息来源是哪里，并不只是这些呈现的内容，很多时候它是取决于这一则新闻，这一则信息它是不是符合我的心理预期，是不是和我的观点符合。所以这个是很个人的，我们个人的兴趣，我们的背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知识，还有我们的偏见等等，都会影响我们对这个新闻信息的识别还有处理。所以以这种很个人化的一种认知判断去判定这一则我收到的到底是不是假新闻呢，就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说我觉得它合理，我觉得它可信， OK， 在我认知里面它是合理的，它 make sense， OK， 所以它就不会是假新闻了。所以这个是在现时代我们这些阅听人，我们这些接收人的一种在判定假新闻的一种态度。所以也顺道来回应一下今天的这个讨论课题哈，观点不同是不是假新闻，很多时候呢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种种不同的观点， OK， 然后给这些在背后操控，给在背后编制这些假新闻的人更多的素材，因为他们可以抓到我们不同的心理，他也可以尝试的达到我们的心理预期，就可以诉诸同道，这就是接受的部分。那再来关于传播的部分，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数位时代， OK， 那在数位时代数位时代的这个媒介系统已经不再有完全的由这个专业的媒体报章啦、电台、电视台， OK， 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 OK 这些人来全面掌控。那我们这些新闻阅听人，我们这些新闻受众其实都是新兴的新闻个体，都是这个媒介系统当中的一份子。然后在这个传播过程呢，其实我们的角色也越来越显著，也越来越重要。我们不再是很单纯很被动的去接收，而是会主动的去处理并且传播这些信息。那现在可能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当我们在接受到信息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把它传播出去， OK，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表示我们其实都在这个系统里面了，我们都是新闻个体，而且我们的处理这些新闻讯息的做法已经不单纯的是 share， OK， 不是你单单看到你是 share， 而是我们也不再单纯的 copy and paste， 完完全全的今天别人传什么我就把它 copy 然后 paste share 出去，我们会加我们自己的评论，我们有很多 comment， 然后我们会在社交媒体上面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是一些这些应用程序上面 WhatsApp、微博、微信、WeChat 等等的群组， OK， 我们应该每个人对群组都不陌生，都会有很多群组，我们会在这些群组里面 share 分享评论，大家来讨论，
或者是在一些论坛啊，甚至是很多的这些吹水站上面来分享来评论。所以这种其实我们全部都参与在这个媒介的传播里面。那这一种传播方式并不是透过这一些已发展出来的这些电台报章这些 established 我们说的这些机构 institution 去进行，而是我们自己去进行。那这一种进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人际传播的串流方式。所以透过我们认识的人 OK、我会跟我的父母说，我会跟我的朋友说，我会跟我兄弟我的闺蜜来说，这种是一种人际传播的串流。所以当这种方式 OK 当我们透过这样子方式来传播讯息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假新闻它就会像病毒一样 OK 像我们现在说的新冠肺炎这个病毒一样，你如果不戴口罩打一个喷嚏咳嗽，可能这个病毒就会满天飞。其实我们在传播，我们在 share 在 comment 这一些信息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在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OK 让这一些假新闻这些资讯以这种病毒式的扩散模型 OK 来传播开来。然后有一项呢这个针对推特中假新闻的研究就指出，假新闻的传播其实比真相 OK 散播的更快更广而且更深 OK 它可以深入民心，你可能觉得哦，这个我很有感 OK 它打击到我了，它诉诸到我了，就这种感觉。而且因为是人际传播，所以我们当中其实会夹杂着许多身份认同的这种情感投射。比如说你很尊敬很敬畏的一个长辈或者是你一个觉得很可信赖的很可靠的兄弟亲戚或者是闺蜜给你传一些信息，很多时候你看从这些人一群你相信的人发过来的信息，你就会不假思索的觉得哎，真的有其事，这个是我的谁谁谁传给我的，不会是假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真和假的界限已不是像我们说可以以事实性来去判断的了。所以这时候的假它不单单是一种假虚假欺骗 falsity， 它很多时候会涉及我们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我们的身份政治，我们说的 identity politics 的一个博弈的一种竞争。那关于这个身份政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属于哪一个民族，我们属于哪一个族群，我们是属于社会的哪一个阶层的人物，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会来认同它，这个就是我所谓的身份政治。所以从这样子的层面我们会去在我们接收到这些假新闻，或者是这些不说假新闻，在我们接收到任何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投射了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来进行判断，来进行这个认知 OK。 那我的分享其实相当短 OK， 我在这里就做一个小结。那我要说的是假新闻它确确实实是会危害我们社会的秩序。因为你想想今天你可能在微信接收到一则告诉你说某某人患了某种病，那其实这种病可以透过什么什么样的医疗方式可以治愈。那很多时候像刚才庄博士也有说的 misinformation， 你是出于关心，你是出于你一片好心，那你会分享出去。那这些还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医护人员或是专业的这些医生来进行来确认的这种方式，搞不好就这样子散播开来，大家口耳相传，然后人云亦云，它对社会的危害是存在一定程度的 OK。 这个我们都不可以否认，然后我们也不能说打假新闻肯定就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言论的自由，这种分享的自由。那可是我觉得
比起这种假新闻，其实更可怕的是我们在粘贴假新闻标签的这一种做法。我们今天一听到不符合我们观点的，不符合我们心理预期的，我们就说假新闻。这一种做法呢，它其实会把我们的社会撕裂，它会把不同的群体树立成对立，会让彼此之间失去交流和这种对话的平台。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在说假新闻背后的这个政治，我们粘贴标签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担忧。那观点不同当然不是假新闻，也肯定不能是假新闻，我们更不能让不同于我们的观点的言论变成假新闻。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今天在捍卫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在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觉得哎，每一种声音我们都要给它有空间去发表出来，每一种不同的声音我们都需要有管道让它流传出来，不能去阻断这些管道，不能去抹杀掉这些空间。可是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同时，我们更要谨记的就是真相和事实，它必须高于谎言，它必须高于假新闻。所以作为这个新闻体系当中的一份子，那在转发前我们真的要做到的就是求真求实。立法打击假新闻肯定是不可取，为什么？因为今天立法的 OK 是当权者，是执政者 OK 是政府 OK， 这一把尺握在他的手上，他永远只会为当权者服务 OK， 而不是为社会来服务。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待会的讨论我们可以继续再聊，谢谢。好，我们谢谢苏文的分享。苏文主要是以两个层面来谈这个假新闻，分别就是假新闻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叙事手段，以及就是这个受众的身份政治。好的，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第三位的主讲人郭朝和。朝和是除了是媒体人之外呢，也是这个 IFM 的周末 DJ。 好，我们有请朝和。曹和，你的声音没有开到。OK，sorry， 我 unmute。对不起啊。大家晚安。刚刚我想，钟博士跟苏文已经谈了很多假新闻的定义，还有假新闻怎样去可能对谁的立场有好处啊等等的之类这种东西。那因为时间关系，我觉得我就把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重点的东西我就补上，因为有一些东西都重叠了。那刚刚有说到2018年反假新闻法令嘛，那我针对这个法令，其实我在这之前我其实有跟律师朋友请教，那就是刚刚上礼拜推行的这个在紧急状态之下的假新闻法跟2018年的反假新闻法令有什么不一样。那我朋友说，虽然2018年的反假新闻法呢，它是下议院存在就是2018年通过，然后但是也被上议院挡下之后，隔年2019年呢其实再度去提成，然后但是上议院的情况现在是 on hold。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他们是说整个法令是已经存在了，但是还不算能执行，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名目过在那边，但是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能，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状态是在那个上议院那边还在 on hold 着，所以就有点半天掉，也就是说这个法令美其名是已经有的，但是没有人真正去动用它，然后也没有一个合法性的这个名目去动用它。然后我的律师朋友是建议了，他是说如果真的是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反假新闻法针对这个紧急状态的这个法令推出的话，那你2018年这个其实应该要删掉，还是要被取代，因为你不能同时存在这两个性质上同样很相近的法令。但我自己的朋友他是认为说，如果两种要选其一的话，那他会建议把2018年这个反假新闻法令去掉，因为2018年的反假新闻法令呢，其实是它的涵盖层面会比较广，而且会很多灰色地带，也就是说只要被定义为
假新闻的，你就会被逮捕，或者是会被警方、政府啊对付之类的。那反倒是上个礼拜的，它只是针对说在这个疫情期间，而且是紧急状态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要说对付的话，那个针对性的目标群众会比较少一些的。这是我想要补充的看法。那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我想要从去年一些媒体针对这个反假新闻法做出的一些研究。其实去年啊，在年初的时候，东方日报跟988曾经合作一个假新闻调查报告，很有趣。那就是差不多那个样本有1000人左右啦，然后就有给大家去填问卷，去了解说现在假新闻法对马来西亚的影响。那首先呢，其实那时候很有趣的是有一个排行榜是有分谁最多收到假新闻的相关的新闻跟疫情有关的。排名第一的是说某个地区曾经出现肺炎患者的假新闻，这类新闻是出现最多。然后第二个是宣称民间的秘方可以防治的。然后第三呢，就是病毒是实验室的生化武器，我相信这个大家有听过。那接下来就是还有就是包括说有一些人死于肺炎啊，然后禁止某个国家人民入境等等。然后我比较关注的是多数的民众啊，其实那时有接近60%的民众是调查说，如果接获讯息的话，他们其实不知道如果这是真或假的话，有60%的民众会不查证，也不会转发或评论，他们就是收到那就 stop 了就算了。但有接近40%的民众会先查证，然后再转发再评论，只有 3.3% 的民众没有经过查证就转发或言论。这个数据让我觉得说，哇，这 简直是模范数据啊。因为如果是照这样子的情况来看的话，马来西亚的人民的素质啊基本上是太过像是欧美的，太有品了。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基本上都不会收到什么假新闻，我们社会上基本上都很干净，已经没有这种假新闻在笼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还蛮有趣的。一可能就代表了这个研究的样本对象可能都是比较有受过学问的人，然后毕竟是，然后二来因为回答这份问卷的多几乎都是华人嘛，所以这也可能代表了华人的一些样本。但是这个样本会跟我们实际看到情况是有重叠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在收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也很好玩，我就第一个看到的反应，我就觉得，哎，这样子的报告是不是也是假新闻？因为就跟自己的刻板印象是落差还蛮大的，所以我现在的情况，我会觉得这个社会啊，其实是变成有一点不太像是我们以前熟悉的社会，也就是说，因为以前的社会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大众媒体的社会，也就是说很多的传播的媒介都是依赖传统媒体嘛，譬如说电视机、电台、报章等等都是比较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所以纵然有很多新闻是经过层层的审核才发散出来，然后当然也有假新闻的成分在，就像刚刚庄博士刚刚有提到的一些以前的事情，那但是呢整体来说呢，它是比较经过重重的审核然后散发出来的，假新闻的成分会比较低一点点。但目前的情况啊，大家要知道现在经过这个网络媒体发达之后呢，包括说每个人都可以随手传播嘛，每个人都已经是一个自媒体，所以呢对我来说，假新闻现在的最重要的关键呢，反而是回归到每个人的一个人民素质的自我的判断跟考量。但我相信我除了跟媒体有稍微这个知识跟背景有相关的人，有去念过或是从事媒体相关的人之外，我相信很多人对媒体试读这个概念是普遍蛮低落的，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对于讯息如何包装传送出去，然后达到的目的等等这些传播的过程，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甚至是比较混淆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要透过教育去传达，然后但是你可以发现说现在我们还是必须等到在大专院校接触到这个媒体系或者是跟媒体相关的科系，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媒体试读是怎么一回事，资讯传播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马来西亚人整体的一个人民在接受这个资讯或知识的速度、效率，还有这个判断的价值等等这方面的整体的一个知识性的普遍的认知低落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太晚接触在判断能力这回事。我们以前，我们从小到大五年的义务教育，不是11年的义务教育嘛，然后当然有些人12年，然后在这段过程之中，我发现到现在我们的小学到中学的课程之中还有很多没有加入许多判断思维的课程，然后这也造成了我们很多人对于资讯性的接收都是属于被动式，而不会去主动去反思。但是有一批人，当有一批人主动反思之后，我会发现这批人很多时候又会沦为很强大的阴谋论者。所以马来西亚人，我基本上就是会，对我来讲就是分化严重，就是目前是这个原因。然后在譬如说回归到这个新闻假新闻查证方面，其实马来西亚其实MCMC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其实有设立一个 Sebenarnya.my， 可以让很多人去针对这个疫情去举报假新闻，或者是去查证这个假新闻的网站，然后去浏览真实的资讯。但其实你可以问一下身边人，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网站，有多少人会知道网站之后上去去查证假新闻，甚至是举报假新闻。我相信那个百分比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呢，这个假新闻为什么会在我们的社会中常常还是会不间断的出现，而且你会发现以讹传讹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我这个东西就是刚回归到庄博士还有苏文的一些呈现东西，大家都应该懂了。所以我大概先补充这两点就好了，因为现在9:30还剩下半小时，因为我们还要互相讨论吧。我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佳琪好了。好，我们谢谢超和。超和主要是有和我们分享到就是媒体报道假新闻的一些例子。然后也发现说，其实在我国人民对这个媒体识读的能力是比较低的。然后政府推出，而我们对于这个政府推出的事实查核网站，就是 Sebenarnya 的认识其实也是并不高。好，现在我们到我们的对谈环节这里主要是有两道问题。第一道问题是如何看待不同的言论也算是假新闻？如何在打击假消息和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有听到吗？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道问题。你要再重复一次吗？大家听到吗？那问题是如何看待不同的言论也算是假新闻？如何在打击假消息和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之间取得平衡？来，我看这个由媒体人。目前还在线上的媒体人回应比较适合吧。第一个是如何看待假新闻，是不同言论是代表假新闻对吗？嗯，我相信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还是回归到媒体的立场，如果真是要的话，因为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媒体的立场。那可能有一些，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刚刚苏文或者是庄博士都有提到，也就是说可能你还是要回归到某些人可能是造谣，但某些人却把它当作事实。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绝对性的。但我这边想要分享的就是我是觉得如果站在媒体的角度的话，首先任何的新闻出来你可能先要去查证，像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从社交媒体去索取新闻嘛，或者是一些WhatsApp 啊之类的。那我觉得作为如果真的要作为一个报道的媒体人的话，那可能你先要查证说这个写文的作者是谁啊，他跟这个课题的背景，他是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跟他确认啊。
然后或者是说负责刊登或者是转载的这个网站是谁，他背后的这个出版社或者是他的这个报章，他的电视媒体后面的股东是谁，有什么立场等等。所以到后来你要慢慢推这个资讯来源，这个资讯的日期，然后他们的散播这个，不要想说散播了，传达或者是报道这个新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说只要做到这几层的话，那至少如果那个新闻并不是准确的话，至少可以进一步的稀释假新闻的一些伤害。另外两位啊，对，有什么要我没有要补充的？我没有补充的啊。书文有什么要？我这里其实也是觉得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这个假新闻方面，其实真的很多时候要回归到自己作为阅听人的本身。因为刚刚我有看到也有人提问，到底是谁在定义假新闻？假新闻到底怎么定义？那基本上假新闻在各个语境当中，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政府当中，它其实都有不一样的定义。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跑不了我们说，哎，它没有事实性，它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准则。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有些甚至会把一些讽刺的新闻也当成假新闻，或者是会把一些戏仿的新闻也当成是假新闻。OK， 当然捏造操控那些都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的定义它很流动，它跟不同的语境会有不一样的的标准，所以还是要回到来自己。OK， 在你所了解的，像曹和刚刚说的尝试去查证它，透过它的那个信息的来源。去查证看看到底是不是符合。那另外一点呢是说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很多人 OK 都会觉得说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它必须处于最高的点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它的危险性的。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认真专业做新闻的，我对我新闻的要求非常高，事实求是，我把它散播出去，这个当然很好。我今天揭发了一些政府的弊端 ，OK， 一些社会黑暗面，这当然很好。可是今天会不会也有一群人 ，OK， 一批人，他们可能真的是社会的一些极端分子，他们在利用我们所给他们的自由，我们所给他们的平台，去传达、去传播一些很具有煽动这个社会或者是挑拨我们，比如说在马来西亚这种多元族群之间的这种和谐、这种谅解的一批人，他们也会打着我们要有言论自由的这个名号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们到底真的应该怎么样去拿捏？到底怎么样去管制、去控制？那我觉得到最后他会回到来，这些专业的媒体立场。然后媒体他是训过专业培训的，他们会有基本的这个我们说的 ethnic OK 这个新闻的这一些标准和职业操守，那他们可以去做这个判断。那到我们阅听人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判断。简而言之来说，把这个球丢给政府、丢给当权者来做决定，感觉上是非常方便的，但是他会后患无穷 ，OK，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补充和看法。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好，我突然想到的，就是在去年疫情期间的时候，后来才有一则新闻，我相信大家都广传的，然后就是说，国外、国内都有了，在国外的新闻就是发现说，因为疫情，然后很多地方锁国嘛，然后就发现说，原本是一个很闹哄哄的游客区的一些譬如说威尼斯，就发现说有天鹅，然后又有就水质变干净了嘛，然后就是整个有吸引很多那种生物都重新回来了。然后马来西亚也有，我记得马来西亚是马六甲河，那时候就有说到说哇，因为疫情关系、封锁的关系，马六甲河就突然变得很干净，然后就是水质很透彻，然后就发现说整个
环境又会绿化了、绿意了，但后来才发现这些都是假新闻，就是网民为了批，就是为了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动机啦，但就是为了可能就是让大家振奋人心，还是说可能就为了在这个疫情之下为大家打气，就发现说其实这样封锁还是有一些好事的。对我而言呢，这些假新闻呢可能伤害性就没有这样大，它可能就是抱着可能是一种善念，一种想要提振大家的。然后还有一则假新闻，我突然又想到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要，这是我最近身边遭遇到的啦。我爸爸就那天突然就很紧张跟我说，是不是 WhatsApp 现在不能 forward 东西，forward 那些讯息出去，对，因为要收钱。我就讲，哎，有这样子的东西吗？我后来看，我就讲没有啊。后来我才发现那个 message 就是为了某些网民可能已经太厌烦每天收到早安长辈图了，所以就特意制造这种假新闻要大家散布出去，就希望这些人不要散布。所以你会发现这些 假新闻有一些是他是好意的，他是故意要遏制某个东西。但 我很想知道其他两位的嘉宾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如果是善意的假新闻的话。我是觉得像诸如此类的例子，其实也不是在网络时代的时候 就存在嘛。那即使可能是20年前、30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在比如说以华人社会来讲，在那种所谓咖啡店里面，大家在那吹水，对对对，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吹水就加油添酱，然后都会这样流传。那我是这样看的，这是一个人类的世界嘛。那人类的世界有这样子的一些加油添酱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必然会存在，那不可能杜绝的。那当然像你所提的刚才那种，像比如说马六甲河那种河因为 MCO 然后就变得特别清澈，那像诸如此类的新闻，我觉得主流媒体也是一个要检讨的其中一个 actor 哦。那就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主流媒体基本上就是看脸书写新闻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新闻媒体其实本身在批评假新闻、网络假新闻的时候，它其实本身也在助长那种假新闻。那这个但是当然在政治上来讲，我觉得政治上来讲像刚才有提到我就顺便回应有一个因为观众的留言，就是说从那集的时候就制定假新闻哦，到现在新的这个我们政府也制定反假新闻的这种法律，那是怎么看？那这个就回到其实我刚才有提到说其实管制媒体就是那些政治精英应付权力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纳吉在2018年制定反假新闻法令，其实那动机很简单啊，就是他就是要制止关于 1MDB 丑闻的那些讯息传达出去。因为在那个时候或者更早以前，当然虽然闹得沸沸扬扬，可是基本上政府都是否认嘛，那一般百姓也没有人也很不容易拿到证据来证明这是一个事实嘛。那只要法院还没有经过法院的认证，那你不能说那个是一个事实，所以政府就把它通通定调为那个假新闻，那就可以 化解掉。那到了这个穆尤丁政府的时候，那你看他把假新闻的那个范围把那个宣布紧急状态这个也放进去，那个其实动机很明显嘛。那尤其我们知道他的土著团结党本来就不是一个多数议席的政党，那当然也不止这两个首相啊，你看阿布拉的时候，或者甚至马哈迪，刚才我提到马哈迪制定这个在这个1984年印刷机出版法令加入那个不实新闻条款，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为了他应付那些像土著金融丑闻还有他的政治危机，那个整个风起云涌的80年代很多丑闻啊，马哈迪政府很多丑闻出现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要打压这一些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如出一辙的。那所以当然这个假新闻
怎样去有一个观众就问说，已经沦为政客打压异己的这个工具，确实是啊，确实是这样，那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啊，因为你带到法院，就好像我刚才讲，就算最后没有定罪，可是在那个整个打官司被起诉到打官司的过程，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讲，那个是很折腾的啊，律师费不便宜的，所以它肯定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可是我是觉得说，当然这是一个人类的社会，我们对于一些不切实的东西，确实是没有办法杜绝的。我是不相信杜绝这两个字的啊，包括那种所谓一般的罪案，你说零罪案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种假新闻或者假讯息说要完全消失，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在某一个程度上，不得不允许它的存在。而当然要不要制定一个法律来讲，我觉得那个关键并不仅仅是在于这个法律本身。哦，你在欧洲国家，据我所知也少数一两个欧洲国家也制定了这种反假新闻的法律。可是那跟马来西亚有什么不同？就我们要看的不仅仅是法律本身，也包括我制定法律的这个国家，我们的民主的成熟度到哪里？这个整个国家的民主的成熟度到哪啊？那这个司法独立的程度到哪里？那执法单位像警队、总检察署的这个中立性程度到哪里啊？这些都会影响整个这个影响我们来判断说某一个法律应不应该制定。对吧？某一个法律在英国制定，在美国制定可能没有问题啊，可是在马来西亚制定它会是问题啊。所以因为这是还是要看它整个过背后的那种司法的脉络，民主程度的脉络，政治的脉络，这些这个是基本上我对这种媒体法规的一个大原则了。好，大概是这样。那苏文怎么看呢？就是针对说政府无论谁执政都有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对这个假新闻的法案，会不会说影响人民对于政府的假新闻措施呢？大致上我很认同庄博士说的，很多人都会说无论谁执政，哎，好像都一样。其实这个真的是当你坐上某个位置，你有你想要捍卫的东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偏差。OK， 因为真的就是人性 ，OK， 都是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所以这个我是有回音是吗？嗯嗯，对，是有回音，还好。OK， 那对，其实没有特别多要补充，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一样，看这个在国会立法的是谁，然后最后执法的真正要在这个体系当中，这个政治的体系当中真正的去执行它的是谁，而然后我们这些人民，我们的对于这些不同法令的认知，我们又懂得如何保障自己权益，会回到来这一些层面来看。谢谢。那你们认为其实呢，假新闻是应该由哪一方去定义的？是由媒体呢，还是说人民本身？两位要回应吗？可能请媒体人来回应比较好吧。所以第什么球都推给我先，是不是？由谁去定义啊？就是由谁定义啊？对。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每个人的身上，每个人都应该要扮演这个角色了，每个人就是一个过滤器了。但是因为你知道吗，个人的能力有限嘛，个人还是要回归到知识水平啦，你身边你所吸收的一切之类的，所以个人的力量很难去判断假新闻。但如果譬如说是一个媒体一个机构的话，那像我们刚刚有说的，这些媒体机构都是如果有重重的人去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出来的话，那我不能说他不会说100%没有假新闻，而是相对的在制造这个新闻，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是相对小心。那像我刚刚说的，要查证假新闻的方式有很多嘛，
但是如果你都能慢一层一层把关的话，到最后你还是会有你就算会疏漏的话，那但是你过程之中这些查证的东西的话，至少在这个假新闻的这个背后，大家会稍微去选择去体谅。这个事情我好像要我想到突然有一件事情是纽约时报吗，还是应该是纽约时报在前几个月不是有道歉吗，他们就是有一则假新闻去年还得奖哦，还得到新闻奖，就是有一个加拿大的记者采访一个 IS 的记录，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留意到这个新闻吗，就是有一个记者，就是他在加拿大，他访问了一个自称是曾经在那个中东地区参与 IS， 然后参与砍头之类的这个新闻，然后他访问到这个受访者，然后去参赛，后来就是这篇报道是非常轰动，然后也得奖，但是最近他们就道歉，就承认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假新闻来的，因为源头这个人其实关键就在这个源头，这个源头的人是虚报了他的整个身份情况，但其实他们有查证吗？他们有去做很多搜索之类吗？都有，而且是关，每一个都有去查证，去了解整个他的整个背后背景，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太聪明了，受访者，然后懂得去制造一些，懂得知道媒体的重点放在哪里，懂得避重就轻等等的，到最后所以他能逃脱很多的查证的过程，然后让这篇报道出去。所以你说媒体不会有假新闻吗？会，而且每天都是新闻哦。如果有从事待过新闻业的人应该知道哦，新闻就是每天一直不断的来，你完全是在那么多的这个新闻量之中，你很难能做到完全不会出错，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事情。但我关键的就是在于说你是否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你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这个东西是我最后会去考量一个假新闻的最后的一个我的判断了。我补充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假新闻应该由谁来定义的部分。OK， 先不谈我赞不赞成制定这个反假新闻的法律啊，我基本上不赞成。可是假设说非得要制定假新闻反假新闻法律的话，那我觉得那这个立法的过程，不管是不应该像是现在这样子紧急状态颁布，当然也不应该像2018年这样，反正就是由政府然后决定了，然后总检察署草拟了，然后提交到法院通过，就这样子。那我觉得他至少这个立法之前，展开这个立法过程之前，他至少应该有所谓的一种public consultation 哦，一种然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啊，都应该经过一个比较谨慎的、比较详细的一个公众咨询的一个程序啊。然后当然这个其实在马来西亚来讲，其实我也不是很有信心了。因为在马来西亚来讲，就算这个所谓的 public consultation， 它最后也可能只是沦为一个做做样子而已。But anyway， 理想就是理论上，它至少应该要有这样一个过程。那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应该至少是说，各方面的人都应该有参与，然后去讨论到底如何界定这个假新闻，然后到底哪一类的假新闻是应该会被追究责任。哦，那这个我觉得说，这个在立法的时候草拟那个法案的时候，也应该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义，哦，而不是说就好像我们的煽动法令一样，哦，他就说，哦，你只要这言论有导致人民比如说憎恨司法机关，啊，那个就是构成煽动性的。可是这样子的言论就是构成人民憎恨司法机关，没有解释，没有界定，所以你现在只要批评一个判决，也有可能就构成这个导致人民憎恨司法机关，那你可能就被起诉煽动罪。那假新闻的情况也是这样，目前不管2018的还是现在的，其实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哦，这样子是假新闻，这样子那这样子算是恶意，这样算不是恶意。当然你立法以后也并不足够，单单立法详细也不够，说我们有没有真的一个比较专业的尊重民主精神的执法
单位啊，不管是警方还是总检察署，哦，而不是说，哎，只要有人报案就是调查，但有人报案你要调查，而不是，但是不是说有人报案的你调查的，哦，总之啊，那这个就是对啊，这一条触犯了这一个条款，然后就逮捕起诉，哦，就是按本子办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哦，所以我觉得说如何来定义那个定义，当然没有一个人的定义是绝对的正确，只是他至少要经过一个比较冗长、比较详尽、比较深入的去讨论。哦，可是我们马来西亚并没有到这种所谓众议式的这种民主的机制跟文化，这个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庄博士说的就是真的一个最理想的一种做法，一种状态。而且现在我们考虑到参与在媒体这个传播系统当中的真的不只是这一些传统专业的媒体而已，而且是有很多的自媒体，甚至我们说的网红 YouTuber 这一些个人都可以是个媒体的状态。那最理想的方式真的就是咨询这些相关的人士 ,OK, 至少问他们的意见，然后你一份，然后当然也包括后面的那个执法的单位，执法到底有没有偏差，有没有双重标准 ,OK, 有没有厚此薄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都必须纳入考量。好，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话，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总结环节。然后每位主讲人，佳琪，我想澄清一下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在分享的时候，我提到那个1950年证据法令的时候，我口头表达的内容是正确的，可是我发现我的那个 PowerPoint 那一页谈到114A 条款的时候，那个内容是错误的。那个因为我误贴了那个印刷机出版法令那个不实新闻条款，这个我说明一下，希望刚才有看到那个那一面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一下，所以口头的内容是对的，但是那个文字的版本是错误的。Okay, 好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总结时间。然后每位主讲人大概有3分钟来总结一下。好，有请钟博士先好吗？OK, 我想我应该这样讲了，对于假新闻的这个现象，我觉得说应对假新闻，我们还是应该要靠这个民间自主的，而不是依赖政府或者权力机关去所谓的抑制这个假新闻。那我觉得说，那你有几方面要看，就是说，第一，首先主流媒体或者传或者新闻媒体啊，你本身就应该要克尽你的责任不要再看脸书写新闻，然后成为这个所谓成为假新闻流传的一个帮手第二是，我觉得说政府资讯要公开。那因为其实假新闻是会流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中两个原因，第一，人民对政府不信任。而这个人民对政府不信任是和我讲的第二个原因息息相关，就是因为政府资讯不公开，不够公开啊。你今天你看我们政府部门的网站，你其实要找到一些比较新的关于政府的资讯，其实不容易的那这 MCMC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你可以在 MCMC 网站里面找到一些，比如说互联网使用的那种统计或者是像比如说电影发展局，你可以找到那种马来西亚电影的一些，比如说票房资料那去年过去几年的本地电影制作了多少部，这些资料基本上这两个部门的还算比较好。那你看到其他很多政府部门基本上是找不到政府资讯的，那你这个政府资讯不公开，不够公开，那你百姓要查证他也不容易啊。当然虽然也不是每一个百姓都会去查证，但是至少
你要令到那些愿意主动去查证的百姓，他有这个管道去查证啊，对不对？所以政府资讯要公开。第一，传统媒体不要，就是新闻媒体不要看脸书写新闻。第二，政府资讯要公开。第三，当然我觉得是整个马来西亚的通识教育要提升哦。所谓通识教育，我觉得它当然也包含这个媒体识读，但不仅是媒体识读哦，也包括整体上的那个通识教育。那比如说你对马来西亚的政府体系制度有多了解，那如果你很了解或者说有基本的认识，那比如说一些关于法院的假新闻，一些关于政府部门的假新闻，一些关于警队的假新闻，就你一看你就知道是假。那很多人看不出它是假的，就是因为对这种基本常识哦不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辨认，一看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辨认，他就误以为是真的，误以为是真的，然后就转发出去了。所以我觉得这几样是我觉得是民间政府跟民间在应对假新闻应该要做的事，而不是便宜行事，就是用法律来打压。因为事实上用法律来打压并不能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它其实是一个用来打压一己的政治手段。哦，大概就这个就是我的总结，谢谢。接下来是叫舒文，接下来是曹华先呢。我先打。OK， 好那基本上我要说的也是和庄博士差不多。那我觉得关于假新闻这一点最主要的还是回归我们对于假新闻有没有这个意识。我们首先必须要意识到，哎，是有信息是有这些信息是不真实的， OK， 是虚假的。我们首先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意识，那我们才能够接下来进行查证， OK。 当然这种意识它就像一颗小苗子一样，我们种了下去它就会成长，那我们开始就会去查证， OK。 然后我们也会提高我们自己的媒体识读各个方面的这些通识的这些常识等等，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再来就是对于一些专业的传统媒体，我是希望真的能够提高专业媒体的这个素质，然后给新兴的这一些新闻个体、这些自媒体树立一个好的榜样。OK， 我们是怎样受过专业训练的？我们有的怎么样的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的这个操守？我觉得你应该先树立起来这种专业形象，而不是像庄博士所说的，真的就是任何网民说都可以变成一则新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助长这种散播假新闻的这种歪风，所以就希望大家各尽其职，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这些民众，那我们对于这个新闻、这些资讯的识读，自己要提升起来，要有这样子的醒觉度。那在媒体行业的，那就领头先做个专业的示范，做个好的榜样。那大家相辅相成的来配合提高整个人民对于媒体识读的这种素质，而不是真的就是很边界的交给这个当权者， OK， 让他们多一把武器来遏制我们的自由。那还有最后一句就是自由是需要负责任的， OK，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个有责任的乐评人，有责任的媒体人那就是我的小结，谢谢。到我是不是？我觉得我该两位都已经把我要总结的总结了，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就说，还是回归到如果真的要回归到自己的话啦，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说的，就是没有保险的话就不要去传播，这是最好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当你对一些事情没有把握的时候，你与其去传播制造恐慌，倒不如你先好好的去求证。但是我相信身边也有一些像我这样子例子的人，就是我就算是跟一些资讯接触到最频密最紧密，我跟我家人说，但是我爸爸妈妈还是会倾向于相信他们在手机上相信的东西。也就是说我跟他们说这个东西不是了，但他们会觉得你看都有人传出来了，这个是一定是真的，你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身边的人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教育或影响，就是我算是一个媒体人，我都已经是跟他们说这个资讯我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他们会宁愿相信说有时候是从他们的朋友接收到的消息，他们会把它当做是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回归到人民的整体的素质，然后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但我就跟他们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们不要随便传，至少你们不要制造恐慌。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哦，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资讯不流通嘛，再加上有很多言论限制的这些法令，所以造成马来西亚很多人其实都是莫名其妙还是活在一个恐惧中。所以我觉得这假新闻就是很多时候是对准这些人内心的恐惧，然后才会产生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解决，我觉得说是。还真的是要回归到教育，还有就是你要去了解他们内心的恐惧根源是什么之后，去跟他们解释这个东西，的确是要耗一个很大的功夫。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说，政府方面啦，我是已经没有寄予厚望，政府会在教育啊，还是在这些引导人民去接收新闻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正面的进展了，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点像是家长式的那种严父严母的教育，就是做不对你就惩罚，而不是利用一个循循善诱的、很有耐心的一个长远的10年树木、100年树人这种规划去教导人民。所以我觉得说，还是回归到人民啦，这个是一个还蛮悲观，但是很符合现实的一个看法。好哦，讲座来到了尾声了，谢谢主讲人们的分享，在这里也谢谢我们的直播媒体 City Press FM 以及留守直播到最后的你们，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谢谢。谢谢。